挑战用春卷皮做雪媚娘。春卷皮快速过一下水，放在碗口，放两张口感会更好。饮料瓶里倒半瓶奶油，再来点糖，用小胖手疯狂摇晃，两分钟就 OK 了。先在春卷皮上挤点奶油，然后放上爱吃的水果，再挤一点奶油，把水果盖住，包起来，剪掉多余的春卷皮，表面裹一层奶粉或者熟糕粉就可以了。看起来和吃起来都跟雪媚娘一模一样。